登机作业，还那么多眼睛，那大家都等你会讲出什么东西来。嗯，没有啊，就讲人话而已。哦，就是那个蔡小薇那一组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 PDPDPD 哇，一大堆的，就是他们在介绍的时候，就是资料很丰富，然后台风也很稳健，那他们介绍的东西也蛮有条理，然后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想法。那他们的想法也是蛮具有建设性的，只是差没有去台南市政府投稿而已。然后我觉得他们可以试着朝这一方面去投稿去试试看，然后把它规划成完整一点，或许我们台南会在以后的艺术也会有不一样的发展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谢谢。